今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三，欢迎收看今仔日个节目吼。哎呀，这个系列吼，实在有影，千想万想也冇想到讲，竟然对我的人生百宝箱内面，爱提出一个物件，是我老三上解冇了解物啊，叫做金融吼、哦，经济问题啦，金融风暴，我对这個实在是非常无了解，但是因为问题太严重，为着咱个观众朋友个幸福啊。 我只有来去研究咯，无研究毋惊研究嚟讲，哇死啊咧！一个研究你讲，吓全世界即嘛金融风暴遮尔严重，后国家倒去，诶、欸，家己倒去就算啦，公司倒去，有人捌听过，国家也倒啦，好有影啦。其实历史上已经捌发生过国家破产啊，但是即摆，想袂到二十一世纪，有一个国家叫做冰岛，哦，人民拢无咧食饭食面，拢敢嚟食冰淇淋，叫做冰岛，我讲怎倒去啊？ 我到伊个名叫做冰岛，就注定爱岛。我未听人讲个呢，因为我们在咱台湾有个朋友是住伫遐吼，无、喔、啦，就是讲，哎，发生个变安尼啦。冰岛倒起了，佮刷了起上要倒，逐个咧烦恼啊。今、嗯、年有人讲伫亚洲，即、這个附近有两个国家真有可能，头一个叫做韩国，南韩吼，韩、喔、国啊，第二个国家叫做新、啊、西兰啊，Zealand 讲佮刷了若要倒，韩国倒韩国了，过来 Zealand 倒安尼。 大家可能在担心讲啊，毋知当时台湾岛，你用心哦。咱日本的趋势大师大前研一讲一句话，讲台湾岛哦，靠，真简单。伊讲自我三百九以来，我毋捌看过像台湾这样的论命诶国家啦。你讲论命毋是讲个人哦、喔，你讲国家啦。說我咱这个国家讲话论命对。人连人日本的趋势大师确实有名啊。伊台湾咧甲咱讲啦。 啊、不过我唔是甲你保证啊，歹势，我也唔是啥物啥物经济学家，我也唔是总统啊，吼，我唔是甲你保证，我只是甲你讲，这个危机你看有多大就好啦，哦，所以现在比如讲，哎呦，逐家到了了，过来台湾唔知会安怎吼，哇、哦，但是我无阿古之前我去菲律宾吼，哎、欸，我感觉讲菲律宾较歹倒，是安怎呢？因为基本上呢，金融风暴就是讲你有钱通了，当一个国家上无钱通了，阵一时变哪倒，我问你啊，足歹倒啦，结果不但无倒哦。 我看经济佫不离啊繁荣呢，哈哈！因为呢，我我甲咱即个 GOOD TV，咱即个真情部落格来对，最受欢迎的，一、這个叫做季波炉啦，一、這个叫做叶欢啦吼、哦，在搬这个浪淘沙呢啦吼。哇、哦，阮去到菲律宾，甲咱观众朋友在见面，我想讲啊，啊，无咧要想下吼，阮囝吼，做一个纪念品，咱若出门做老爸拢是讲带一个纪念品，只不过咧大卖场。 迄些时阵啊，足恐怖的所在，敢那明明百货公司卖出，敢那菜市场都对了哦，啊用纸写一个，讲今摆咧拍卖，我肯定啊，看一箱 n i k 鞋啊，提起来看，看一下，迄一箱七千几嘞，哦，七千几算上来代可能原来也个有五六千嘞啦。你卡想看麦啦？我讲恁菲律宾的经济敢真好，迄个坐上去的员工啊笑讲，我可能无大贪倒，因为我无钱贪倒啦。 当一个人无钱汤多，时阵跟他寻一条路叫做有钱通谈，无钱通多，安尼啦，好厉害。所以你看这金融个问题吼，实在是咱一般个人吼，你若无去研究，你无去了解，你竟然你啥无啦？听人讲什么刺激房贷，对不？什么通货膨胀，是不是？这个物件听无啦。但是透过这摆金融风暴个时，咱连路边摊阿伯拢知影，对不？嘿、欸，那路边摊哦不，那季节的火腿啦，吼、喔、热狗啦，吼。 等我、欸、阿伯啊，拜托嘞哦！哇，你阿粉安尼用到这样子多，阿伯讲当然哦、喔，那个粉较稳较多嘞吼、喔，这钱落去吼、喔啊，这通货膨胀对不？这膨起来安尼啦。你看咱即马即个物件，逐个连即个路边摊阿伯啊都朗朗上口啦，对不？啊啊！结果呢，因囝也摕钱来买啊。这個、人起来讲，阿伯啊，你也想像阿伯啊哈？恁囝若甲你食即个热狗，也、啊、都摕钱甲你买。阿伯讲你毋知？即马咱即个时代要扩大内需啦。 你知啊？哦，所以即金融的问题已经是真系全世界啊！无论你有读册、无读册，你什么专家也是你唔捌个吼，哦、都拢爱捌。捞什问题啊？你呐？去收集资料，因为我真好奇，金融风暴即钱是走去倒位啊？即钱是受人第去抢啊，第一烧，还是更气大？冇大冇志，个钱全无去。即到底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问题？来去研究。 无研究便把一个研究惊死人，哇！用二十集拄啊讲到要正个月甲逐个来分享金融风暴背后诶一个故事啦。咱今仔日即个系列的头一集，甲逐个同台叫做吼抢救经济啦。逐个拢在救经济、救经济、救经紧救紧救。咱先对即个问题开始来思考，免啦救，啊救就简单著提醒出来救。 你知影即个提钱出来求的背后，我若真相讲话，你听，你知影你个惊死啊！吼、哦，美国的新总统奥巴马，吼、哦，咱这奥利桑安呢，拄拄上金鸟都签名，但是毋是讲啊，咱些影迷歌迷逐个讲哦，签名签名，毋是呢，迄签落去，是咧讲签啥，你知无？签讲诶，救、欸、即个国家的经济，哦，甲签落去，迄签的时候喏，手拢一直准啊，为什么你知无？ 迄前面金价吼，遮尔啊济啦啊！干哪讲？二零零九年，印度、以色讲因诶国家吼，可能会透支赤字吼，一兆两千亿美金啊，一兆呢，迄偌侪零，你知无？迄后边真正一般诶老百姓吼，即种诶数字吼，你连想你也毋捌想过啦。所以你看，咱咧奥巴马先生咧，甲签落去时阵，虽然签了，大家讲欢喜讲哦。 有救啊！有救啊！救经济，钱来啊！钱来啊！朋友，我问你：钱退到位来？钱退到位来？借来，借来、啊。所以，咱今仔日全世界经济一、這个真大真大诶问题是什么？一、這个真大真大诶问题就是借钱嘛。现在金融风暴，简单讲，都、就是借钱，用借錢,钱来解决这卖问题。这即么？目前全世界逐个要波啦，因为。 感觉讲特别倒去啊，国家要破产去啊，安尼变安怎？赶紧的，大家来借钱啦！吼、哦，我都在讲美国对不？美国因在讲因咧空吼，唔知偌大空，因无人敢想啦。咱将来另外再搁一集来讲美国的故事，吼、哦！即马全世界你哪讲要讲经济吼？大家上届看好、上届乐观，叫做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我这全世界大家凄惨落魄的时阵。 大陆要算未坏，结果你那新闻一咧看咧，中国大陆因家己微博宣布，讲因在二零零九年，哦，两千零九年呢，讲因基本上呢，因诶无搞赤字负债，话真呢，九千五百亿诶人民币，讲安尼叫做经济好了，安尼你会惊呗？ 哦，原来即个经济逐个上好的国家，你偌好，趁偌济，毋是趁偌济哦，是我了比人比较少哦，因为美国是爱了一兆哦，两千亿，像你这，啊，中国逐陆讲哇，我无遮惨啦，阮较好啦，即马全世界可能阮是讲起来已经算下骹诶，着着啦，吼，哦，迄、哦、等级算真悬，真悬诶。啊，讲啊，你到底恁趁偌济，讲无趁啦？ 阮是按算讲，今年了差不多九千五百亿个人民币啦。连即个逐家拢真看好个一个所在，伊也是倒贴九千五百亿。朋友啊，即、這个数学是毋是真简单啊？即、這个叫做金融风暴啊！金融风暴，因为连接了上界好个人伊直了解只资产。当然，政府是提前出来要救民间嘛。哦，但是即个问题真严重，你想连政府也咧负责。 啊！到底上面人有村？借钱到底去到位？所以这真恐怖，就是讲到最后你会发现讲，全世界的经济，迄都是叫一群人、银行家，叫这个叫国际炒家掌握伫因的手中。啊，因为国家要借钱，都是甲其他个国家借，啊，其他的国家不要钱，通借汝。伊家人你己嘛是拢伫负债，迄都是背后拢是私人的财产。 私人的财产提出来借政府，哦，所以全世界拢总在借钱。你讲开未金融风暴？你著算讲你拢毋捌读经济学，你毋捌读大学，你毋捌读国小，我甲你讲即个简单的观念：，你个亲戚、朋友、老爸、老母、囡仔、啊、哦、阿公、阿妈、哦、教会兄弟姊妹，都你若熟悉的人，逐个人拢总在借钱。我问你，安尼经济好不？这道理足简单啊！ 都是这样尔简单啊，经济变哪好，所有的人拢毋是讲有存哦，大个人拢在借钱、借钱、借钱、借钱。我相信真的朋友，你就算你家己钱嘛，银行有存款，起码毋是真正你的钱。为虾米？因为你的厝诶贷款拿不了。虽然你银行内面可能有五十万，但是即间厝你可能要阁欠七八百,百万哦。可能一般人无买遮贵啦，哇、哦！老三你买个遮贵的厝哦。 哦，哪讲啊？阮即个老百姓吼、哦，买吼、哦，拢买三四百万尔啦！哦，三四百万，三四百万，你若讲银行？银行内底你抑要存五十万，你那个小赌你嘛是抑要欠债，对无？诶、欸，咱哦，叫即个全世界的经济算甲即摆已经算甲逐个起笑去啊！哦，最近一个朋友讲啊，他不说啊，我最近想要来出国要来读书啊！我讲哦，啊，经济真歹咧，啊，你出国读书，迄钱要对头来。 学费、生活费，吼、哦，因此故讲，贷款就有啊啦。阮都抑个少年，吼、哦，若恁即款诶老，诶银行毋敢借恁，因为恁已经伤过老啊。恁诶趁钱嘅能力，吼、哦，迄、那个趁钱嘅想象空间啊，已经无啥有啊啦。所以银行大概未借互恁即款人啊啦。但是阮安尼二十几岁尔，吼、哦、青春抑阁真哩美好，身体抑阁真健康，银行是真欢喜钱要借阮吼，尤其我想要出国去读书诶呢。 我毋是钱摕去投资呢，我是摕去读书呢。银行钱是真爱借我呢，因为银行钱若借我了后，我出国来读书，将来等来了，即下当趁大钱。哎、欸，这个是毋是咱现代人感觉讲非常积极、非常合理而一个理论？我著问讲，哎、欸，安尼你要借我一伊讲借两百万吼，因为出国读书读差不两年啦，大概都要开两百万啦。 讲起来简单，两百万就是一个数字，后壁拢总零安尼连嘛，那有啥？但是朋友啊，你甲想看卖，就是成年人，无半生，要出国读书，也未趁钱，先借钱，借两百万，结果因朋友甲讲啊，讲诶、欸，你安尼你将来你会真辛苦，因为你即摆去借两百万，将来你当来毕业倒当来。 哦，趁偌济钱咱不管啊！吼，你一个月会当还三万，安尼算未歹啊？哦，因为你可能你也阁还開其他诶啥物，迄个、迄个，你若阁买厝啊，厝诶贷款，你也买车、车诶贷款，你可能还佫足侪其他诶钱来开嘛，是无？啊，所以咱就算讲，吼、哦，你一个月会当，你即、這个借即个两百万吼、哦，你都爱一个月还三万哦，啊，你甚物食啦、用啦，迄拢无算哦，干若为著即个两百万，你一个月都还三万，安尼，安算真牛啊！哦。 咱不讲讲薪水，毋知有三万无哇！安尼也想悲观啦吼！讲你会当一,一个月，你其他大钱拢总开去，抑个月当两三万。比如讲你一个月赚十万，可能你抑去其他贷款生活费，所以你开七万，抑个存三万，安尼有够无？安尼真够啊咧吼。用三万来还一个月还三万，一年十二个月还三十六万，两百万你要还偌久？真诶朋友啊，咱想讲趁钱真简单哩啊！ 金融风波背后，都、就是真多真多咱人错误的观念。個大学问，这个问题了下聊，继续探讨。两百万还外去。 欢迎登来《老三分之木》哇！这个系列精彩咯，金融风暴，全世界一经济金融都着遮大的问题。哎，这会当讲百几年来，久久啊才一摆，当然咱好好研究一下。那有叫做现象是不是？凡事呢，叫做一两百年才一摆，这一定爱好好研究哦。因为你后盖要个拄到这个吼、哦，真困难啊。可能你一世人通常只有拄到一摆啦。好、哦，像人一摆讲。 即摆经济的问题，可能是这一百五十年来头一摆看到这个情形。诶、欸，我老三才四十几岁尔，一百五十年我可能都两世人咧。吼、哦，当然咱基督教是无咧讲这个轮回，我是咧讲笑，意思是讲，哇、哦，这实在太难得了。哦，大家拢爱有一个积极的想法，讲本人三生有幸，恭逢其盛。哦，有的朋友讲啊，我哪会像你遐衰哦，你唔通想安尼，你爱讲哦，我哪会像你好运啦、啊。 竟然人百几年这边两百年才拄着一摆，啊！我竟然拄会到，啊！拄着时阵更毋是囡仔，囡仔伊都毋捌，拄着时嘛毋是也嘛唔是讲捉牢捉牢啊，吼！捉牢甲你也无关系，拄啊好好，即摆抑过咧病诶时阵啊，抑过需要钱诶时阵，竟然就拄着即个代志啦！啊、哦，那个动作是即个宇宙奇观就对啦，啊，爱用即个吼比较较轻松积极的态度啦，哦，啊，无钱啊，你生活你会足艰苦啦，啊，所以咧。 大家来探讨讲，金融风波背后是真济故事。那我拄下讲一个故事，讲一个青年人，要甲政府银行啊，唔是政府银行借两百万出国要读书。伊个朋友甲伊讲，讲我你安尼将来你就算你前后谈一个月哦，其他收益卖省，干那还银行，你也当阁还三万，可为着即个两百万的贷款。你安尼一年嘛只有还三十几万，所以两百万你搁加利息的时阵，你至少得要还七年哦。 有道理无真有道理。诶、欸，人安尼道理讲予咱听，是毋是咱就想看觅？讲？嗯，有影吼，安尼我就来思考看觅咧。毋是啊，咱即个讲互伊听咧，讲安尼可能吼、喔，你安尼可能袂好，随便面，随便面，讲啊你无了解啊，你毋知啦。一百万我读册倒来。 一百万，我一年都摊登啊，两年我都还了去啊，你咧哦，讲个真乐观诶。但实际诶情形是啥呢？实际诶情形是你出国读书，读实嘞两年都倒来。你想我即满一个月薪水三万，我出国读书读两年倒来了后，薪水应该是六万啊。结果咧，作者即种人出国去读博士，读个脑壳空啊！啊，你种读博士。 开始佫毋免用青春哦，迄落要用头脑呢。为着省钱，逐个伫一边呢。尤其咱台湾人是足爱拼病哦，三年学为咱两年都给退起来，对不？当然了，退掉，但是结果头毛掉了了，乌拢翻白哦，皮肤拢全了魂，伤过操劳嘛，伤过操劳嘛。当然，他个脑壳壳，要揣头咯，人讲阿歹势，哦啊你。 恁即个吼、哦，学问读啊遮尔啊悬吼，阮、哦、即个公司小公司啦，毋敢用利啦，吹虎头咯。啊，今麦都是安尼啊，即麦著是真侪人，册读真侪啊，当然无头路啊。别位都毋敢讲，咱如讲国际金融风波，人其他国家安怎，咱也无亲目睭看着啦吼。讲家己台湾著好啦，哦，讲咱目睭看着台湾著好啦，哦、好心得诶科学园区啊。 迄里底专专涉书博书，迄拢自实验第一名诶，呢？因为拢无共科核嘛。你讲有成绩第一名有啊，有诶电机系第一名啊，对无？有诶机械系第一名啊，有诶化工系第一名啊。迄拢无共科核啊！哦啊，有诶电改学长第一名，学弟过第一名。迄拢专台湾最第优秀诶人才集合伫新竹啊，伫遐咧上班啊。迄拢出国去足好诶学校啊，摕奖学金诶、啊、啦。哦啊，当然了吼、哦。 过去薪水真悬诶啦，歹势吼，即嘛拢在放假，拢在放假，我放假好哦，哦，我无应该无假通放哦，咱人著是遮遮悲哀啦，无假通放诶。人野辛苦，无班摊上诶。人野辛苦，迄叫做无薪假。哦，即个人放假快乐是因为有薪水，通领，爱免上班当然嘛。好，啥叫做无薪假？无薪水通领，请你踮厝休困。 无甲搿死头路就未歹啊。哇塞，人即嘛用死头路啊！所以讲，你会当继续来上班，但是呢，阮无薪水互你，安尼要安怎？啊，无当做你休假好啊啦，当做你休假，强迫人休假，强迫小姐啊，即个人吼，若较乐观诶人吼，嘛足感恩诶安尼，因为若隔壁公司吼，人是倒去安尼，诶、欸，迄是归景点关起来呢？毋像咱即嘛？ 放假是真歹命，但是至少可能毋知当时佮叫你等去上班，人去隔壁规个关起来，员工大家拜拜，哦，等去食家己。即个人是无读册吗？读博士啊！所以我了，看你讲一个青年人，因为受到规个过去即几十年来全世界迄个经济迄种发展诶观念诶影响，也就是你讲。 我借钱借一个两百万，我出国来读书，等来了，凊彩嘛，甲赚倒来，这叫、個、做过度的乐观。当人家警告讲你安尼危险，咪说一随变面，讲你看我无去哦，啊啊，你毋捌啦，你捌，毋捌半项啦，全世界都是安尼。 几十年来，当金融全世界经济在行一个不很，唔是正正确路，是有真济人提出警告，要专业的人，要政治人物，要社会这声音，讲唔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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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为着迄个，我一定要当探大钱迄个美梦啊！咱认为一直在行危险的路，行到最后，什么？有经济，全世界拢在救，拢在救，拢在救，安怎救？用借钱来救，安、啊、尼经济变哪会好咧？

真侪朋友毋知影家己好命，因咱平常时啊吼过即个日子过啊久吼，当做讲全世界拢过即个日子，其实毋是。你若把曾经听咱黄鹤鸣老师吼，伊咧泰国做宣教书描写迄边诶大迄边诶食迄边诶生活吼，你知影讲，其实咱是有够好命。就算咱台湾诶阮主编都抑一好命，今日佮唔知老师，比如甲咱讲啥物，一直足拄着诶一句话，互你捌听过诶代志吼，咱请鹤鸣老师先对大家请安。好。啊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啊！我叫吴合碧。对对对，你、啊、讲，你哋苗族真系古吼，为、哦、什么？何你刚刚讲这特别的所在，跟大家分享出来。是啊，我讲地即个苗族传福音。嘛、嗯、<哼>啊。

呃，一九九八年哈，啊，有一边这个泰国的王后哈，叫做斯利吉王后，这个九世王普美蓬王的太太，嗯，斯利吉王后伊就到这个清迈哈，伊每一年拢来清迈这个北部来住遐住，住一个哈，啊，迄个时阵伊住伫迄个清迈迄个普平山呐，嗯，爱到。 来这里周边的少数民族村落啊，来来来巡探访一下，嘿，参见乾隆皇帝哈，游江南，这算大大事哦，大大事啦哈，离泰国清卖，安尼是大大事。是是是，对这些少民族来讲啦吼。是，所以伊来到这里啊，农会搞我们的第二个这里福音的啊布道所哈，告回了祭典，阿姨来到这里说，哎，奇怪。 叫即个是二价啦哈，伊讲顶边来时，以前来的时候无无啦哈，啊然后呢，拢看到遐拖卡呢，足垃圾白啊，猪啊、牛啦、鸡啦啊、囡仔啦，拢安尼褪腾白提提下走，哎，伊讲哎即边来拢无共款啊，吼，比较清气，清气溜溜吼，啊然后呢，即个人拢无共款，哎，非常有即个。 神的荣美啦，嗯，伊讲都是本来是我爱来照顾我怪这个少数民族的哈，对啊对啊对啊，结果我拢无时间来照顾因。<嘿>上帝都派这个宣教书哈来这传福音，去、哦、这拜堂，五家人来传福音，所以嘿，因、嗯、的生活都改变，人诶这个品质哈，气质嘛改变，改變哦、啊尊严嘛无共款，所以有感受。 哎伊就感受哈，啊，伊伫伊个生日个时阵哈，伊都<嘿>报告了。哦，伊家己讲出来，奥新闻播出来哦。哎、欸，伫电视内面,面。哇！所以迄个时阵，我都要去这个啊，马来西亚我无看到，但是我当刚有、嗯嗯嗯、看到过。哇！哦嗯、皇后哦，泰国个私立吉王后来搞你，哎，春呐，啊<肉>，也看到，伊安尼学咯。啊，这实是。好，你有跟我讲，咱真正咱所做个吼，人真正有看到，看见迄个效果。 哦，所以以前是做差的哦。以前的时阵哈，即个苗族因都是无即个水泥地嘛，拢、嗯、是泥巴地啊、嗯、啊，茅草屋啊，竹篱片啊，哈。啊，嗯、但是信了耶稣以后，因的性命就改变。嗯，福音来到因中吼，因就改变，嗯、甚至吼，阮哋每期某一个人，伊要来信耶稣，因为伊惊吼，暗时啊，有迄个噩梦连连啊，有迄个鬼啊甲伊底啊。 啊，所以听人讲信压缩吼，对，能解决这个问題解解决。嗯、所以伊就千万去给伊来拆偶像啊，吼、哦。嗯、<哼>啊，后来伊信了压缩了，哦、因兜吼，哈，诶，伊兄弟有一个就考到清迈大学诶，哦，将来唔得嘞哦，将来唔得。嗯<呵>，所以非常的奇妙。啊，我诶堂公吼，正，伊囝今年都考着朱拉隆功大学。 前泰国第一的一类啦，安尼、啊、哦，名听起来是不怎么样。哇，这是泰国第五世王的纪念大学。哦,哦，是是是是是。是是嗯、哦。所以真要看到小人，以前买上地了，恁传到外面了，因对这个原本，你讲刚刚刚，我发现来讲，跟人家地段做会一种感觉，规个全提升起来。提升起来、哦。啊，你起地无低调。起地都无低调，啊，地下、啊、就是行来行去，你来你食饭的时候，你都要注意哈。一、一、一、那，那你食饭他妈说来说去安尼哦。<怕> 第一啦，教拢伫遐踅来踅去，所以你都爱注意你的脚吼，哦、啊，物件别说落落去。那其他谁家你吃去啊呢？谁家你抢吃就对吼。<是>啊，你看，原本是迄种生活，但是自从教会进到遐，宣教书去到遐，大学院这里啊，多一个祝福吼。不但是因为物质生活来改变，改变教互人这皇皇族吼皇族都敢咱坚定，再来其实。 因为内在生命，迄、那个改变才是上水的改变，所以真正吼、喔，你即嘛看起鬼情调，你会当知影，宣告有外呢啊重要，迄是上帝足看重的工作，吼、喔。好来咱今日节目先到遮。但是呢，咱即个黄老师也搁伫其他伫大学要做工课，咱二级继续来谈，多谢。嗯